今天看眼睛哦。看眼睛。对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眼睛。热气球在哪？里面会有那个热气球。我也想看热气球。可是眼睛要检查眼睛，下次再带你来看。哎，可以了。来，可以靠近。结果是谁？还没，先等一下。啊，这里吗？来，这里安过来，来。好，有，它是指方向，它是一个方向，让它请假确认。哥哥的眼睛。对啊，我看看，他的瞳孔。他上完课，因为他最近都是线上的。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哈，眼睛比较紧绷一点。他最近这四个礼拜都一直都是线上学习。看到你眼睛。之前还好。对，一个月在家了。下礼拜回学校了。你的眼睛真的好大。对对对，所以他最近加深是真的没办法。对对对。为什么有一个太阳？那它的那个有太阳吗？哦，好。看看会不会有降温一些。好。好 ，OK。谢谢。不会，谢谢。看完眼科，那最近都会又变成线上学习，这四个礼拜，所以变成眼睛的度数又变不好了，又退步了。下礼拜开始实体上课，对吧？我们希望能够 iPad 不要再太靠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你眼睛。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好了，那我们就是持续追踪，我们要去拿药水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